尤其你可以看到是日晒的意面，而且制造意面的过程它要放鸭蛋，对，鸭蛋，所以说你别爱就变得暖，所以我想一家真的再次谢谢我们盐水农会推广非常好的在地食材啊，盐水意面可以这个配搭跟很多食材都很百搭没关系，大家传统的大家这个甲肉色甲社会啊，是甲种种的，甚至甲真侪咸水的冰菜我不知道意面加上番茄会不会做成番茄面，但是意面加上吃意面加吃番茄是不错的所以我很期待我们各位好朋友，当我们把这个最优质的盐水面介绍给大家的时候，也希望说大家能够认识它、了解它、了解它、爱用它。非常明显，就是我们江水农会哈，咱来开发咱新的这个意面包装啦哈，那商品啦哈。等一下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次哈意面的形态哈，跟以往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一样是遵循古法哈，来有咱手榨哈，咱干脆一年正哈，经过咱的日晒，阿哥哈有咱的阿门咖喱哈，阿上重要的是哈，咱即间咱的这个米粉哦，是用咱国产的哦米粉来做的哦，好，阿另外个有咖喱，咱的产销里面玉米粉来滴，好，来拢在咱干脆哈是咱这产销里面这个玉米的这个一个硬质玉米的大产区啦哈。恭喜在实在是，其实农业局哈，还有我们市府这里哈，台南市政府这里给我们农会这里的协助相当的多啊哈，那包括中央也给我们非常多的协助，这个部分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那我们农会也历经大概半年的时间哈，来研发我们的这个盐水意面的这个新的品种哈。那另外呢，跟各位报告哈，你们的大龙山哈，来讲自己现在产的那盐地小番茄哈，所以我们特别呢跟农民来做气作，把我们的盐地番茄收起来之后呢。做成果干啊，大家拢知影吼，咱食过这种无同款的果干，啊，不过咱的番茄果干比较特别哈，那特别是我们盐水的这个番茄，又特别适合做成果干，它比较有嚼劲啊。